面粉五斤。啊，面去皮，一斤面七两水。下手和面，开始没和到这样，没有干面粉，手上的面露掉。啊，露掉之后手上沾油。啊，沾完油之后，这个油再放盆里头，抹到，啊，一定要抹到啊。等抹完油之后，双拳先呀砸，哎折，不要乱折啊！啊，每一面都折。郎姐们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录这种视频吗？因为这种视频它水分比较大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这是商用版，商用版与家用版它不一样。你们跟你呀在超市买的那种面，它的吸水量与我这个吸水量还是不一样的。就像有很多面食主播了，他给你分享的配方，我跟你说，那水分太大了。为啥水分大？你们自家买的那样的面粉，不是商用的面粉，它的用途比较，又是没有像饭店用途那么广，它的吸水量也不一样。那你本来搁家和的就少，那一个上差个几钱，一个上差几钱的面就变样了，就走形了。所以我很少录这种视频，我一旦录出来，你们回家一做，不是那玩意儿呢。你们因为我在器械呢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很少录，但是我这种商用的面，一斤面七两水是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你们自己家那种面，超市能买着的，大概也就一斤面能隔六两水，一斤面也就能隔六两水。完了还有一种面呢，是一斤面6.7两水，6.8两水。像我这种面是商用面，商用面你是一斤面七两水。这我把这些东西都。分们，都给大家分享一下，也让大家呢多多支持，别让我白录这个视频呢，时间太长了。然后呢，想学习的老铁们，你就看我家的教程，我能给你们讲这么细，我家的学员讲的也是非常细。那你想创业，对不对？也得给兄弟留口饭吃啊。完事咱家呢还卖速冻馅饼，就是我老铁们，就这个视频，你能不能支持我一下，一人买一个20张速冻馅饼，好不好？就谢谢大家支持哦。哎，老铁们，这样就 OK 的哈。手逛，啊，面逛，盆逛，然后呢，把它抹上油，发热，啊，再抹上点油，然后一会儿糊上保鲜膜，把它封上。行。